大家在草地上的帐篷外开心欣赏音乐的同时，空中突然有一个飞行员从天而降，原来是来外送披萨的。等顾客收到之后，飞行外送员再从空中原路飞回。英国达美乐披萨近日与研发喷射背包的公司 Gravity Industries 合作，让经过训练的外送员利用喷射背包的动力可以飞行外送。达美乐的主管威尔森表示，每次有大型活动举办时，都会接到大量的订购电话，外送员往往难以负荷，因此在今年音乐节测试这项服务，同时也定制新的外送盒，确保披萨在运送途中不被破坏，还能达到保温作用。而喷射公司也对飞行器做加强，确保外送员的飞行安全。这套高达数十万英镑的飞行服，全公司仅有一套喷射装备，因此这项服务仅限于特定地区，可以期待外送服务的发展与未来。新唐人亚太电视丁亚娜综合报道。